今天是你们喜欢的黑色美甲，木质先涂一层淡白色照灯，用圆头光疗笔把它晕染开。用笔之前可以先用底胶润一下笔，一边看着晕染，觉得颜色不够就再加一点。第一层我们晕染的不是很自然也没有关系，黑色部分晕好之后照干，把空白位置点涂上淡白色，用圆头笔随意带开，有深有浅照灯，再刷一遍冰和灰的五号，增加一个黑棕调的覆盖效果，再局部点涂银色铂金胶，金属胶的金色画一些纹理，每一层都是照干之后再去操作。白色彩绘胶画出不规则纹理之后不照灯，用小平头笔蘸取底胶，把一侧轻微晕染开一点，再去照灯。照干刷一层加固胶不照灯，找平的同时用拉线笔蘸彩绘胶画出一点细细的纹理，跟之前晕染开的白色纹理交错开一点，然后封层大拇指就做好啦。食指和无名指都先用淡白色打底，食指用黑色扫刷出一点色块，同样也是先刷一层冰和灰五号增加色位效果，又沾了古铜箔和贝壳，然后加固封层就可以啦。无名指用黑色画出小山丘的造型不照灯，再直接用淡白色和黑色做出一点晕染效果照灯，用金属胶勾出山丘的轮廓，山丘上再加一点银色的铂金胶，照干整甲图加固胶不照灯，拉线笔蘸白色黑色的彩绘胶画出一点细细的线条，照干封层就完成了。咱也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爱黑色，隔三差五就有人一个劲儿的求黑色美甲，行吧，满足你们。